亲爱的斧头，亲爱的斧头，斧头在以前古字的时候，那个就是父亲的父，对，父亲的父是以前古斧头的意思啦。那这首歌是写给我老爸的，当时写这首歌的情绪之下是跟老爸在吵架。你敢杀的啊？亲爱的斧头，父亲就像一把斧头，他可以决定很多人生。没有，那时候吵得还蛮凶的，因为是家里一些琐事啊，所以把这个感觉写出来，又不敢跟他怎么样，写歌嘛，写歌就不伤害。所以写歌骂人是很对 ，OK 的 ，OK 的，跟别人吵架也可以写歌这样子。对，
最尴尬的是我老爸有来听过我唱这首歌，都不好意思讲。然后他在台下说：“哎，赞，这你刚才说的还不错哎，太好听了。”OK 了，不重要，反正写完歌之后就也没那么气了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找一些抒发的一些管道，就是可能写歌、画画，然后唱歌、运动，对吧？都好，就是不要做一些伤害。真的会伤害到人的事情，回来就买鞋、买包啊，买衣服啊，那会伤害你的皮包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葡萄。吞噬整个思念。